好，现在请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80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我们宣布开会。行政院张院长，在场我们有两位的副院长，各位部会的首长，列席的官员，各位委员同仁，媒体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的会议，非常的高兴能够与各位委员以及同仁一起共事。我们都知道国会是实践民意最高的机关，也是捍卫人民权益最重要的民主堡垒。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符合人民的期待。2月6日南台湾的大地震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亡，让所有台湾的人民感到非常的心痛与不舍。为了向所有罹难者表达最深的哀悼，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默哀一分钟。默哀开始。默哀完毕，请复座。谢谢大家。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因为我们程序委员会尚未组成，由秘书长依律编拟草案，拟请院会认可。在未确认议事日程之前，先读105年2月2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2月2日星期二上午11时，地点请院接待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定于2月19日星期五举行第九届第一次会期第一次会议，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当日执行顺序以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的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本会期日后有关执行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二、本会期自2月19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定案依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0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三、第九届各政党委员议场席位区域划分表如附图。
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吴秉睿、陈廷飞、赖世宝、江启臣、林德福、洪慈庸、徐永明、李鸿钧，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超越党团的协商结论有异议？好，无异议，那我们就通过。105年2月2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一、各党团同意定于2月19日星期五举行第一次会议，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当日质询顺序：一、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本会期日后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本会期自2月19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办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0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第九届各政党委员异常席次区域划分表如附图。那么我们继续确认议事日程。请问院会对于秘书长编拟之草案作为本次会议议程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照秘书长编拟草案处理。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本院第九届院长、副院长选举会议议事录。报告院会，立法院第九届院长、副院长选举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2月1日上午10时30分至11时46分。下午20时30分至3时56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郑应鹏委员等113人，主席：柯委员建明。选举事项：一、选举本院院长。选举结果：苏委员加权得票74票，超过出席委员人数过半数之票数，当选为本院院长。二、选举本院副院长。选举结果：蔡委员其昌得票74票，超过出席投票委员人数过半数之票数，当选为本院副院长。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第九届院长、副院长选举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宣告：第九届院长、副院长选举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
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0人拟具《平均地权条例》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1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4人拟具《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4人拟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养护工程署组织通则》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4人拟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组织条例》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3人拟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监理所组织通则》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3人拟具《公路法》第6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1人拟具《儿童及少年抚养津贴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19人拟具《土地税法》第15条及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24人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30人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这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8人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14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9人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第14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5案。本院委员郑宝兴等42人拟具《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第15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6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17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0人拟具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第17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8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2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19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0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20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21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22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6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23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21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24案。
本院委员陈廷沸等二十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删除第六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本案通过。第六十一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王定云等二十人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王定云等二十人拟具《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王定云等二十五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就业服务法》第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及第六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民用航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七十条及第七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立法院会议录影录音管理播送办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一百零四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政党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三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档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经济及能源部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能源署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产业发展局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贸易商务局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中小企业局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智慧财产局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产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草案、经济及能源部标准检验局组织法草案及经济及能源部能源研究所组织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内政部组织法修正草案、内政部消防署组织条例修正草案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组织法草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部组织法草案、农业部农粮署组织法草案、农业部渔业署组织法草案、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组织法草案、农业部农村及农田水利署组织法草案、农业部农业金融局组织法草案、农业部农业试验所组织法草案、农业部林业试验所组织法草案、农业部水产试验所水产试验所组织法草案、农业部畜产试验所组织法草案、农业部兽医试验所组织法草案及农业部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组织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愿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会审查。
本会扁案通过第四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环境资源部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水利署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森林及保育署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水土保持及地质矿产署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下水道及环境工程署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国家公园署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化学品及污染管制局组织法草案、环境资源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组织法草案及环境资源部环境教育及研究所组织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交通及建设部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观光署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公路局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高速公路局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铁道局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民用航空局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航港局组织法草案、交通及建设部中央气象局组织法草案及交通及建设部运输研究所组织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核能安全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大陆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四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组织条例、外交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组织条例、行政院新闻局组织条例及行政院新闻局驻外新闻机构组织通则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行政院主计处组织法及行政院主计处电子处理资料中心组织条例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财政部国库署组织条例、财政部各地区支付处组织通则、财政部赋税署组织条例、财政部关税总局组织条例、财政部关税总局各地区关税局组织通则、财政部国有财产局组织条例、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各地区办事处组织通则、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组织条例、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组织条例、财政部证券及期货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及财政部金融局组织条例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监狱组织通则、看守所组织通则、法务部戒治所组织通则、法务部技能研究所组织条例及法务部矫正人员训练所组织条例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宗教团体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工业团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祭祀工业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殡葬管理条例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消防法第九条、第十九条及第三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五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警察服饰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第六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六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难民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六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建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六十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建筑师法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六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第十二条之一及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六十五案。
行政院函请审议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66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兵役法第17条、第41条及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6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所得税法增订第17条之4条文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6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记账事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6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野生动物保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石油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天然气事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保险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4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5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6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助产人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教育部组织法第6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7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大陆地区处理两岸人民往来事务机构在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4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5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25条之2条文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6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6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4及第95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8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增订第29条之1条文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89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90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财团法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院设置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9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9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扁担通过93案。
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五条及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及证人保护法第二条及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九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人口贩运防治法第二条、第四条及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九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十八条之一及第九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九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弱势国籍移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九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水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九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科技园区设施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九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三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私立学校法第六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大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职业学校法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高级中学法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文化园区管理局组织条例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资恐防治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消防设备人员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零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自来水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发展条例增订第十八条之一条文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核子损害赔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第五条、第八条之一及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国营国际机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国营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第四条、第八条之一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司法、经济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农地重划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一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一百二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陆海空军军官士官考绩条例第二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
121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及国家安全法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将要塞堡垒地带法修正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国家安全法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12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四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本案通过12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沿海防治法》第四条及第三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23案，本案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做以下决定：报告事项第123案，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第124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大陆地区订定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照案通过125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广播电视垄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照案通过126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要事法》第四十条之二及第四十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照案通过127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照案通过128案。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七条之九条文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照案通过第129案。本院经费稽核委员会函为本120届经费稽核委员会任期届满解送工作报告，请院会改选下届委员。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朝野党团协商推判人选后提报院会。照案通过，请130案。本院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时间105年3月2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地点如下：内政委员会红楼202会议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红楼301会议室，经济委员会红楼101会议室，财政委员会群贤楼9楼大礼堂，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群贤楼101会议室，交通委员会红楼201会议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红楼302会议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群贤楼801会议室。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照案通过。照案通过。报告院会，依本院组织法第14条之规定，遴选林志嘉先生接任本院秘书长。林志嘉先生57岁，出生于新北市五股，历任第1届、第2届、第3届、第4届以及第6届立法委员，原任台湾团结联盟秘书长。另遴选王全忠先生续任本院副秘书长，特此报告院会。掌声鼓励一下啊！那么执行事项，请一并宣读。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卢委员秀燕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149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曾伟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5件。宣读完毕。好，那我们质询事项已经宣读完毕，现在进行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以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请行政院长张院长报告。